各位多倫多網上電視的觀眾，多謝你收看這個婦女健康的節目。今次是我們節目的第四輯，也是最後一輯。我們今次的題目是講如何準備健康的懷孕的。很多的婦女都希望生回肥肥白白健康活潑的小孩子的，所以要準備一個健康的懷孕，我們都需要很多方面的知識的。今天很開心就請了兩位的嘉賓就再來跟我們講這一方面的問題，你們都是這一方面的專家來的。坐在我左手邊就是 Connie Zhang。 Connie 就是這個南河谷社區健康中心的營養師，也是專責這個的小朋友的營養和懷孕婦女的營養方面的。在我右手邊就是 Sandy Lai， 她就是皇后西區 Queen West Community Health Center西區健康中心的護士，也是有相當之有非常經驗、很豐富經驗的這一方面婦產科 的護士。所以今天很多謝兩位上來這個節目跟大家分享很多你的專業的知識的。就我想就首先想問一下 Sandy 先啦。其實一個婦女怎知道自己其實已經是懷了孕呢？第一個就是月經過期啦。咁為什麼我咁耐都未嚟嘅咧？通常一個月經周期就係30日咁上下，係咪？咁過咗期咧，好多婦女都會驚，你係咪有咗咧？咁如果你加上咧就懷孕咗之後嘅早期嘅體徵咧，咁你多數都會係懷孕㗎啦。咁譬如話你個乳房會增大啦，或者會比較柔軟啲啦，或者會有啲刺痛啦，或者咧小便比較頻啦，正常嘅陰道分泌又會增加咗啦，就有陣時咧，你尤其是朝頭早，咁你起身嘅時候會覺得好似好悶，好想嘔咁，有啲人就嘔唔出，有啲人會嘔得出嚇，咁咧就就算日頭或者夜晚咧，都覺得點解成日都咁攰嘅咧咁。咁有時咧，有啲人咧突然間起身嘅時候，習慣咗一起就起身咧，佢好容易暈暈地啊，眼花花啊咁樣。咁咧有陣時咧個口咧有啲特別嘅味道嘅喎，就口就有一啲金屬嘅味道，都唔係好好味嘅，點解咁奇咧咁？咁咧有一啲嘢咧又零舍依悶又唔中意啲咁嘅味嘅，譬如話咖啡啦，有啲人。對咖啡有啲厭惡嘅感覺啦，煙啊或者酒啊都覺得哎呀唔得啊，我一聞到我又想嘔啦咁。同埋咧，佢個情緒咧零舍容易有變化嘅喎。咁如果你係咁嘅咧，多數係會真係懷孕。咁點樣先至可以證實到自己懷孕咧？好簡單嘅啫，依家。咁你去藥房度咧買一啲 pregnancy test， 即係話檢驗孕嘅試紙。咁藥房度有得賣㗎啦，你一驗咧，佢有指示俾你，教你點樣驗，你驗到咧，就你多數係㗎啦。如果你去到醫生嗰度咧，就醫生咧就會再同你驗啦，或者送啲小便杯本去驗啦，或者會抽血去驗一啲你個荷，即係血裏邊嘅荷爾蒙，連你懷孕咗幾多個星期都可以驗到嘅噃。哦，咁係咪即係話一懷疑自己有懷孕就已經可以用嗰啲嘅？大概五個禮拜到啦，就已經都幾準。係啦，即係你譬如話上次月經到依家，都五個禮拜都冇咯，都已經可以驗到噶啦，都好準確㗎，係咪？係啊，咁樣就可以用呢個驗尿嘅方法，或者係抽血咁樣。係啦，兩樣都得嘅。都可以係嘛？咁譬如喺懷孕前咧，譬如兩夫婦需唔需要做一啲嘅定期嘅婚前檢查，去確保即係如果第日將來要 BB 嘅話咧，呢個家庭計劃裏邊就可以就計劃得好一啲。哦，當然係啦，咁樣咧就尤其是個準媽媽咧，佢就更加要去檢查啦。咁啊，每一年咧就加拿大咧，佢都有一個體檢噶嘛，每一個婦女都應該去，或者每一個加拿大人都應該去做體檢嚇。咁咧就譬如如果你想有 BB 啦，最少咧懷孕之前3個月。如果你諗住我想要 BB 啦，咁就已經要定出個計劃啦。譬如講喺營養方面咧，你休息啦、工作啦，都需要定出個計劃。你比較個人
有限啲咧，你零舍容易有 B B 噶噃。咁樣咧就同埋你要睇下你自己對於免疫防御係咪所有針都打曬咧？嗱，譬如好似德國麻疹嗰啲，咁你一定要打咗針，有滿免疫力先至得噶喎。咁你諗住要懷孕咧，就首先要諗呢個啦，因為打咗德國麻疹針咧，咁你打完之後3至6個月裏邊最好唔好懷孕嚇。咁如果你冇德國麻疹，對德國麻疹有免疫力咧，你懷孕咗之後，個 B B 你又得到德國麻疹嘅時候，懷孕期裏邊，咁你都會有容易會有畸形嘅 B B 生出嚟嘅。咁所以咧，呢個都好緊要噶。咁你懷孕前嘅準備咧，第一你一定要記得你嘅月經週期係點樣樣。咁你根據月經週期咧，你就可以喺幾時想製造 B B。幾時生 BB 仔，幾時生 BB 女都有一定學問嘅喎，咁有啲人咧有呢啲方面嘅經驗咧，你就可以請教佢嚇。同埋咧就要見家庭醫生做全身檢查啦。咁咧就你就要準備一啲資料俾佢啦。醫生咧就會根據你嘅年齡啦、你以前嘅生產歷史啦、你以前嘅病歷啦，咁樣樣都會問你啊。同埋咧就有冇食開藥啊？有冇長期嘅病啊？譬如好似糖尿病啊、癲癇症啊、甲狀腺有問題啊嗰啲嘢都要講俾醫生聽啦。你自己屋企有冇同埋先生嘅屋企或者你至親有冇咁嘅家族歷史？譬如話血友病啦、係嘛？就蒙古症啦。蒙古症你知唔知叫咩啊？蒙古痴呆症幾得人驚噶喎，個名係咪啊？有啲人就叫做唐氏綜合症，咁就係 B B 個智商係比較低啲嘅咁樣。同埋咧，如果你喺工作裏邊咧，你會唔會接觸到一啲危險嘅物品咧？譬如話 X 光、輻射或者化學品啊，譬如好似鉛啊嗰啲咁咧，係啊，同埋啊麻醉劑啊嗰啲。凡是接觸呢啲咁嘅嘢咧，都比較難於懷孕嘅。同埋懷孕之後咧，個危險性亦都會高啲，因為佢比較容易會令到你小產啊咁樣。譬如你個工作咧，需要搬搬抬抬啲重嘢咧，亦都要備記下噶。咁樣咧就睇下你嘅體重係咪正常啦，亦都要考慮喎。同埋咧，你要好注意你嘅飲食，要有均衡嘅飲食。咁一陣間咧 ，Connie 就會講啦，係嘛？係啊，係啊。仲有咧，你有冇食煙啊？你有冇飲酒啊？對於你能唔能夠懷孕係好重要嘅因素嘅喎。咁你平時咧有冇運動咧？咁如果你諗住懷孕咧，就唔好做一啲太過劇烈嘅運動喎，萬一你陀咗掣都唔知咁點啊，係嘛？例如今天太劇烈咧。Aerobic 啦，係咪啊？咁如果你健康舞嗰啲。係啦，健康舞嗰啲啦，咁你可以好悠遊咁去游下水啊，同你先生得閒食完飯拖下手仔。散步。散下步啊，咁樣做下啲柔軟體操啊，都係好好㗎。啊，咁樣，唔該曬 Sandy。咁係，其實頭先啊 ，Sandy 都有提及過咧，就係其實嗰個營養咧都好緊要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咧婦女咧都會同我哋講就話，我都唔知道自己原來懷咗孕嘅，咁但係咧就有時好驚，好似頭先提到話唔好飲酒啊，唔好食煙啊咁，但係變咗可能喺佢懷孕未知道自己懷孕之前已經即係自己都飲過都唔少酒嘅時候，都會驚影響個 B B。咁其實喺嗰個準備健康嘅懷孕裏邊咧，其實邊啲營養方面要注意，乜嘢係應該食多啲啊？或者有邊啲係盡量唔好食嘅咧？咁樣咁咧，根據咧加拿大健康飲食指南咧，咁健康飲食咧其實最重要咧就係要有三大嘅原則嘅喎，要均衡啦，又要有多元化啦，同埋咧仲要係要份量適中嘅。咁呢一個加拿大健康飲食指南咧，佢咧就將啲食物咧分咗去唔同嘅種類嘅。咁啊，包括咗谷物類啦、蔬菜水果類啦，同埋係奶類食品啦，仲有就係肉類同埋代替品嘅。咁講翻頭先咧，就係要咩叫均衡先啦。咁均衡嘅意思咧，即係話咧喺每一餐食物嗰度咧，
都會咧係包括咗唔同種類嘅食物嘅喎。咁可以睇下台面度咧，就有一啲唔同種類嘅食物啦。咁佢好似飯啦、菜啊、肉啊、生果啊同埋奶咁啦。咁呢一餐咧就叫為之均衡啦。咁仲有咧就係多元化啦。咁好多時有啲人咧淨係中意食某一類嘅食物喎，好似譬如淨係中意食橙嘅啫水果，咁佢就唔夠多元化啦，因為咧淨係可以吸收咗橙嘅營養啦，就吸收唔到其他水果嘅營養啦。例如咧，如果你可以揀水果嘅話咧，可以揀多啲唔同種類，好似蘋果啊、橙啊、雪梨啊、提子啊、香蕉啊等等，咁就為之多元化啦。咁仲有咧，就係要份量適中啦。咁如果你睇到個指南咧，呢一點咧，佢介紹咗咧每一類食物咧，適宜咧係食幾多份嘅喎。咁嗱，譬如好似咧係谷類食品咁樣啦，咁每一日咧就係5至12份嘅。咁一份咧就等於大約咧係一塊麵包啦，或者係半碗飯嘅。咁樣咧就同埋咧，揀谷類食物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注意嘅喎，多啲選擇全谷類嘅食物啦，好似全麥麵包啊、糙米啊、紅米啊，或者全谷麵包咧，都好有營養嘅。咁蔬菜水果類咧，就包括咗唔同種類嘅水果啦。咁每一份食物咧，就等於一個好似打網球嗰啲波咁樣啦，咁大大細咧，就為之一份啦。咁每日需要咧就係5至10份嘅。咁我哋選擇呢蔬菜水果嘅時候咧，要注意咧就揀多啲深綠色嘅蔬菜啦，同埋橙色嘅水果或者蔬菜，咁咧都好有益嘅，咁俾到我哋好多含好高葉酸嘅。咁另外咧，仲有咧就係奶類食品啦，奶類食品咧就俾到我哋好多豐富嘅鈣質啦，同埋咧係蛋白質嘅。咁一份咧就等於一杯牛奶啦，或者咧係1/4杯嘅乳酪啦。芝士啊，同埋加咗鈣嘅豆漿咧，都算做係奶類食品嘅。咁每日咧就係2至4份嘅。跟住咧就係肉類咯喎，肉類咧就俾到我哋豐富嘅鐵質啦，同埋蛋白質嘅。咁咧一份食物咧就大約咧係一片肉啦。咁通常咧就大約係我哋自己嘅手板咧咁大，唔要手指，淨係手板掌心嗰度咁大，就為之一份食物啦。每日咧就需要2至3份嘅。咁選擇嘅時候咧，多啲選擇一啲低脂肪嘅冇咁肥膩嘅肉類啦，好似即係瘦肉啊，同埋一啲瘦肉啊，同埋譬如魚啊等等。咁頭先奶類食品嗰度咧，就記住咧選擇一啲低脂肪嘅奶類食品，即係譬如 2%， 譬如好 1% 啦 ，skim 啊，即係脱脂奶咁就好啦。頭先你提過葉酸啦，咁其實點解葉酸係咁重要？你仲帶埋一張嘅 poster 上嚟俾我哋睇下。係啦，咁葉酸咧可以有足夠嘅葉酸咧，可以防止到嬰兒咧會有呢、這個神經管嘅神經管嘅defects 啊，佢係咁咧就每一日咧每一個有機會懷孕嘅婦女咧都需要添加葉酸咧0.4毫克嘅。咁即係話佢哋喺除咗頭先你提過嘅食嘅蔬菜類之外咧，另外仲要再加0.4毫克嘅葉酸。咁即係差唔多就一粒，一日一粒。咁你要買嗰陣時睇清楚啦，如果寫住0.4毫克咧，咁就食一粒。OK， 咁即係話咧，當你打算懷孕嘅時候，就應該食定啦，食到你生。又或者係有機會懷孕都要食定啦。食定。食幾耐咧？食到生完 BB 啊，定係？食到咧，如果你真係懷孕嘅時候咧，你就會轉食另一隻嘅補充嘅。呢啲咧就係一啲產前嘅維生素同埋嘅礦物質嘅補充嚟嘅。咁佢入邊已經含葉酸啦，所以你食呢只咧就唔需要再食係食葉酸。哇！即係呢啲係對於個 BB 個胎嗰個嘅腦部同埋嗰個脊椎骨嘅發展、神經管、神經管係個發展係好重要嘅。同埋咧，仲要切勿唔好飲酒喎，因為好多時咧，你未懷孕之前咧，你都唔預備自己懷孕，你都已經飲咗酒啦。咁如果你有機會懷孕嘅時候，已經就千萬唔好飲酒。飲咗酒會有咩後果咧？其實飲咗酒咧，就會影響個胎兒嘅發展啦。咁可以令到佢將來嘅智力啊、各樣嘢、情緒各樣嘢都會有影響。咁啊，真係記住，真係為咗個 BB 都。同埋為咗自己健康啦，當然。仲有一樣嘢注意咧，就係咖啡因啦。咖啡因咧就每日咧就最多咧一杯細嘅咖啡，就仲最好就冇飲都可以。咁 Connie， 如果係食煙咁又點啊？咁啊最好冇飲冇食煙啦，都係。即係戒煙。咁如果食咗煙又會點咧？
食咗呢一樣係會影響個胎兒啦，係咪都會畸形啊？有可能會唔會話智力差啲㗎？有可能會影響 B B 嘅發展啦。會唔會奀啲㗎？有可能係啊，會啊，嗰個影響到 B B 嘅體重。啊，係啊，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婦女都會關心，咁咩叫適合嘅生育嘅年齡咧？咁樣樣。啊，後生啲好啲。咁邊段時間生？二十歲到29歲。哦，就最適合嘅，係啊，如果咧你誒30歲以上，譬如話35歲，人哋就話你高齡產婦啦。嗯。如果以前咧就30歲，依家又褪後咗啲，因為啲人咧遲啲結婚啊。嗯。咁啊，35歲啦，比較佢咁。哦，咁樣已經屬於係高齡。係啊。咁其實你頭先提到咧，譬如20歲以下生 B B 有啲咩問題咧？哦，咁佢多啲機會有啊。正常的 BB 啦，或者你陀仔咧陀得又令使辛苦啲啦，多啲機會有麻煩啦，同埋咧你又要需要多啲檢查先至得噶，咁就所以如果我哋有一句俗語就話有仔趁年生啦，你話係咪啊？所以20多歲嘅時候係啊，最好20多歲生啦。咁其實咧喺尤其是懷孕初期咧，好多時咧就婦女即係頭嗰3個月咧都會有呢一個不適嘅感覺，譬如會有時想嘔啊嚇嗰啲咁嘅作嘔作亂嗰啲咁嘅問題嚇。咁譬如你都見好多呢一方呢啲嘅懷孕嘅婦女，你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即係減少呢啲即係作嘔作亂呢啲？咁因為每個婦女都唔同啦，咁有啲建議咧就俾大家作參考嘅。咁咧，佢可以試下咧少食多餐啦。咁每2至3個鐘頭咧就食一次嘢啦。咁同埋咧就臨瞓之前咧就食一個細嘅宵夜啦。咁仲有咧早上起床嘅時候咧就食一啲餅乾，即係擺定啲餅乾喺床頭啦，食咗先，跟住先慢動作咁起身。咁仲有咧就係唔好食肥膩嘅嘢啦。咁啊，譬如一啲肥肉啊或者高脂肪嘅食物咧，都係盡量就係避免啦。咁就食多啲瘦肉啊同埋低脂嘅奶類食品啦。咁就唔好食太濃味嘅食物喎，可以試下啲凍嘅食物，譬如好似三文治啊、沙律啊，咁就比較容易啲即係容易啲可以令到佢冇咁容易作嘔嘅。咁仲有食餐之後咧，就唔好立即去刷牙喎，同埋要輕輕咁刷啦，又唔好刷條脷啦，因為特別敏感啦。咁喺餐同餐之間咧，先飲嘢咧，就唔好話喺食餐時候飲到好滿好脹咁個肚，咁容易啲會嘔啦。咁仲有咧，要最緊要係休息充足啦。唔好食煙啦，同埋可以試下咧用薑去煮嘢食嘅喎。哦，啲薑可以令到個子嘔。係啦，有啲子嘔嘅作用。哦，原來薑有咁嘅作用嘅，真係恩物啊！係啦，咁就譬如有啲婦女都擔心自己喺我嘅即係體重懷孕期間嗰40個星期入邊，喺我體重究竟係會唔會係唔夠啊，或者又會唔會係太重？咁其實有冇啲咩指引？有噶。咁我哋睇翻咧個婦女喺未懷孕之前佢自己嘅體重啦。如果佢係過輕嘅話咧，咁個建議咧就係28到40磅嘅佢嘅總體重。咁如果佢本身咧佢嘅體重係適中嘅話咧，如果未懷孕之前喎，咁咧佢嘅建議咧就係等於咧25至35磅。咁如果佢係之前係過重嘅話咧，咁咧就係15至25磅。如果你本身係重啲，就應該唔會加咁多嘅，係咪咁樣？即係好似你呢一個 size 就係中等，中等啦咁樣。咁就譬如話喺呢個懷孕期間咧，亦都即係需要注意邊方面嘅嘢食咧？譬如頭先你有提過咧，就係嗰個加拿大嗰個食物健康嘅指引啦。咁譬如如果係懷緊孕嘅時候，有冇啲咩其他特別？如果以懷孕嘅婦女咧，咁佢吃嘅份量咧，即係食嘢份量咧，要多啲啦。但係並唔等於食2個人嘅份量喎。咁樣你可以咧就做參考嘅。咁咧頭嗰12個星期咧，咁你就係需要咧食多我哋叫做100個卡路里嘅食物啦。咁我俾啲例子俾大家。咁100卡路里嘅食物咧，其實份量好少嘅啫，等於1隻雞蛋啦，或者係咧1杯奶啦，或者係1/4杯乳酪啦。又或者係1片麵包啦，或者1個蘋果啦，
又或者咧係一湯匙嘅花生醬。呢、这個就是頭嗰十二星期食要食多過比起你未懷孕之前。咁咧，如果係懷孕咗13個星期開始咧，就要再增加多啲份量啦。咁、我哋叫佢做多300個卡路里啦。咁我又俾個例子俾大家喎、譬如係半杯蘆筍啦，2盎司嘅魚啦，咁同埋咧，四份3杯乳酪夾埋咧，就大約係300個卡路里啦。咁即係話其實佢都應該有屋企有一個表，係嘛？即係列曬唔同嘅食物有啲幾多卡路里，咁樣佢自己可以保持翻嗰個食物嘅均衡。有啲例子可以俾你參考嘅，咁譬如話有冇話懷孕期間邊段時間嘅零食會係體重會增加多一啲咁樣？咁頭嗰12個星期咧，我哋嘅體重個建議咧，大約係2至8磅啦。咁有啲婦女可能仲會因為胃口唔好或者係作嘔作悶咧，可能有啲人仲會減磅添。咁所以咧，大約係之後咧，每星期重1磅就差唔多啦，大約。之後其實懷孕頭嗰3個月都未必加得咁多嘅，3個月之後2至8磅到，就係啦，就要加翻。係啦，咁仲另外要注意咧，就係食繼續食含葉酸高嘅食物啦。咁好似蘆筍啊、菠菜啊、牛油果啊，或者係叫 chickpeas 啦，好似有啲人叫做三角豆啊，或者鷹嘴豆咁樣啦。或者雞豆啊，嗰啲係叫。係啦，係啦。咁咧就係仲要係限制含飲咖啡因含咖啡因嘅食物啦，好似咖啡咁樣咧，就係一杯細嘅咖啡咧最多一日。或者不喝都 OK 啦，咁同埋要補充充足嘅水分啦，咁仲有咧就係千萬亦都係冇飲酒嘅，咁仲有準備食物嘅時候咧就要特別留意咧食物嘅衞生同安全嘅。頭先你都提過嗰啲嘅 materna 即係產前要食嘅多種維他命都要一日食一粒一粒咁樣嚇補充翻。係啦，咁仲有咧，要注意咧，食多啲咧含高鐵質嘅食物喎，因為咧，因為懷孕嘅過程中間咧，就會增加咗好多血啊，同埋嬰兒都多咗血嘅份量啦，咁所以咧食得多啲高鐵質嘅食物，咁食嘅時候咧就最好咧就喺一餐裡面咧用高鐵質嘅食物啦，好似肉類啊、魚啊、雞啊咁樣啦，同埋一啲高維他命 C 嘅食物一齊食，咁咧可以增加鐵質嘅吸收。即係要夾得到，係啦，好似橙啊、番茄啊、青椒、紅椒呢啲就係高維他命 C 嘅食物，或者你可以飲一細細杯嘅橙汁啊咁樣。咁哇，真係好好嘅意見啊！係啊，係啊，咁啊，係啊 ，Sandy 都想問翻你咧，譬如嗰個婦女，當佢知道自己懷孕啦，咁啊要開始去即係睇醫生啊咁樣，同埋要即係做好多嘅身體檢查。咁其實你可唔可以介紹下俾有啲咩嘅檢查佢需要去做嘅咧？咁如果你準備懷孕或者懷孕之後，佢第一次檢查佢都差唔多。咁如果即係好似全身嘅檢查一樣啦，咁佢包括咧醫生會同你聽心、肺，同埋睇下你個腹部係咪正常，就會 check 下檢查你個乳房啦，係嘛？同埋咧就有婦科檢查，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啦。婦科檢查佢咧就會檢查一下，如果係懷咗孕之後，佢會檢查你骨盤係咪正常啊？啊，佢嘅形狀啊、大小啊、夠唔夠位啊？將來生 B B 係嘛？咁佢有方法去檢查噶，用手就可以噶啦。不過依家啲人咧就好保險嘅，用超音波啊嗰啲咁嚟檢查啦。咁咧，醫生仲會檢查下你個子宮頸係咪閉合得好好咧？如果係鬆嘅話，好容易小產嘅喎，係咪啊？咁咧就佢就會同你 check 下，檢查下睇下個子宮大細，同埋你懷孕週期係咪吻合，係咪啊？如果個子宮大細係太大嘅話，有可能你係雙胞胎或者多胞胎啦，係咪啊？咁就醫生咧就會俾會檢查攞啲嘢去檢查噶，就陰道嘅末式檢查啦，就同埋子宮內口裏邊佢會攞一個末式去檢查啦，亦都會檢查一下子宮頸有冇癌細胞或者會有冇組織嘅變化。咁呢啲咧就係屬於婦科檢查嚟嘅。咁另外咧就仲有血液嘅檢查。咁血液嘅檢查咧都好多嘅喎，咁好多陀咗 B B 嘅，佢就話：哇，醫生啊，抽咗好多血啊咁。但係咧加拿大咧就抽幾多下，但係樣樣都係好必須嘅。係，
都檢查清楚。係啊，好詳細嘅。咁咧，佢嗰個血嘅測試咧就包括你嘅血型啦，你嘅RH 嘅血型啦，咁樣你個血色素啦，咁樣有陣時會驗下你肝功能或者腎功能都唔定嘅。咁有冇傳染病啦？譬如話艾滋病啊、梅毒啊嗰啲，係啊嗰啲性病啦、啊、咁樣，或者你嘅免疫力係點樣樣啦？佢驗你嘅有冇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德國麻疹啊、水痘啊嗰啲免疫力啦。咁如果你係西印度籍嘅或者非洲籍嘅，咁佢就會另至仲有啲嘢去驗啦，即係話紅細胞嘅特性係點樣啊咁。如果你係嚟自地中海嘅，或者中東或者遠東嘅話咧，佢就會驗下有冇地中海貧血喎，咁樣係咪好多血要驗啊？係嘛？咁華人你特別要驗肝嗰個。有陣係啊，係啦，咁啊，仲有小便嘅檢查喎，咁去睇下咧，有冇衣原體嘅病啦、啊，佢會送啲小便去驗下噶，又會細菌培養啦，咁樣就每一次檢查都會驗下小便有冇蛋白啦，有冇糖啦咁樣。咁即係預防下有冇其他啲問題？係啦。第一次多數都是這樣，他會問下你體重未懷孕之前體重有幾多啊，你的身高又有幾高啊，這樣啊，即是很多方面都要再詳細的檢查。是啊，其實呢就當懷孕之後呢，一個婦女應該要去見哪一類的醫生或者哪些醫護的人員呢？咁佢咧就先要睇咗家庭醫生先啦。咁家庭醫生咧就會介紹你去婦產科嘅專科醫生。就接生嘅。係啦，依度咧亦都有家庭醫生去接生嘅，亦都有婦產科嘅，即係有產科醫生去專門接生嘅。咁另有外一個選擇咧就係助產士啦。我哋多倫多咧有啲助產士咧就好似醫生一樣咁樣，可以喺醫院同你接生，亦都可以咧就喺屋企裏邊同你接生都得嘅。咁如果你係選擇助產士去幫你接生嘅時候咧，佢就會照顧到你生產完咗之後六個禮拜，同埋你個 B B 咁樣。咁就好多人咧就都係佢嘅選擇啦。有啲人就選擇喺醫院度分娩啦，咁所以都係。由家庭醫生去介紹你去見呢啲助產士啊，或者婦產科醫生嘅。亦都你先前都曾經提過就係、是，即係佢哋懷孕之後咧，都應該要盡快見下牙醫喎。係啊，點解咁重要咧？因為咧個 B B 咧，佢需要有啲咩嘢營養咧，佢都會喺個母體嗰度去吸收。咁如果你原本係又有蛀牙啊，咁又你就佢都會 B B 都會係吸收曬你啲鈣質，咁多數你生完 B B 之後，你啲牙咧就更加容易蛀，更加壞啦。有啲人生完 B B 試過係有甩牙噶，所以咧就千祈唔好話忽略咗要去見牙醫嘅，都好重要噶。除了呢，如果你有了 BB 之外呢，要見牙醫之外呢，你還要見營養師啦，好像 Connie 那樣讓他指導一下你怎樣吃得更加好啦，駝著 BB 的時候你又吃得好，又健康又快樂，那麼 BB 呢又肥肥白白，是不是又聰聰明明的，那還有呢就還有產前嘅講座，你都係好需要去聽嘅喎。咁因為咧喺產前講座嗰度咧，佢就介紹咗好多產前嘅知識啦，陀咗 B B 嘅時候嘅知識啦，生產嘅時候需要知道嘅嘢啦，就同埋產後點樣照顧你自己同埋你 B B 啦，係咪啊？係好需要嘅，係好重要嘅嘢。咁就
所以一定要去咯。咁其實如果咧有一啲嘅懷孕婦女想見營養師嘅話咧，好似想同你傾下，咁佢哋可以用咩途徑？係咪要醫生轉介定係點樣先可以揾到營養師嘅咧？咁咧有一啲咧就係產前嘅好似叫節目啦、program 咁樣啦，咁係歡迎一啲孕婦參加嘅，咁裡面應該會有營養師喺入邊。哦，即係佢應該喺翻自己嘅地區度揾翻一啲嘅產前班，咁嗰度就會有營養師啊、有護士啊，同埋一啲社工啊，咁就幫助啲婦女去即係揾到需要嘅資料啊，或者有啲嘅重要嘅即係營養嘅輔導啊，都可以攞得到嘅。咁咧就我哋咧而家休息五分鐘之後咧，我哋可以再翻嚟同兩位嘉賓咧繼續傾呢個如何準備健康懷孕。翻嚟再收睇呢個如何準備健康懷孕嘅呢個下半部，咁我亦都想重申啦，我哋今日有兩位嘉賓Sandy 同埋Connie。咁Sandy， 我想咧問下你咧，就係好多婦女咧都話生仔好驚，點解？好驚痛啊！驚住生嗰陣時痛咯。係啊，嚇咁變咗佢哋好擔心，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減低或者舒緩呢啲嘅生 BB 嘅痛楚咧？我咁有好多方法嘅，我頭先咧就講過，就話要去參加啲產前嘅講座啦。當你咧就知道多啲嘅時候咧，咁你就冇咁驚噶咯喎。喺產前講座咧，佢關於產前、生產、產後或者照顧 B B 都會詳細講俾你聽，同埋咧就運動啊嗰方面佢都會教你嘅喎。嗰啲生產嘅時候咧，你怎樣去唞氣是有不同的方法去唞氣，當你沒有陣痛的時候要怎樣呼吸，當你開始有陣痛的時候又怎樣呼吸，當你痛得很緊要的時候又怎樣呼吸，你未生得的時候呢又應該怎樣呼吸，要生得的時候又怎樣呼吸都有學問的喎。你知唔知啊？如果你唔知道，你一定要參加產前訓練班啦，係咪？咁啊，鎮痛嘅方法咧就有好多種嘅。咁樣咧就譬如好似打針啦，係咪啊？打針咧就係講嘅，講嘅 epidural 係咪？依個係緊要啲噶啦 ，epidural 咧。它就是叫做硬膜外的麻醉。那怎麼樣呢？對醫生，我給你個圖你看看，這裡啊，你看不看見呢？那準媽媽呢就在個背脊那裡對著你，是不是？那她就好像攣弓蝦米那樣，看不看到啊？攣弓蝦米那樣，那醫生呢就在個背脊個腰椎的地方呢就用一個針篤下去，咁咧就通過嗰個針咧，佢就會插一條好幼嘅膠管，係毛菌嘅膠管，係大概一個 mm 或者兩個 mm 咁細嘅啫入去，然後固定咗佢之後咧，一嚟路咧就拉上去個準媽媽嘅背脊嗰度，然後貼好佢。當佢需要用麻醉藥嘅時候止痛咧，咁佢就可以喺個膠管仔嗰度就加啲藥落去噶啦，咁樣。咁咧，佢咧打咗之後咧，就即刻下身完全冇感覺。當有痛嘅時候咧，你都會感覺唔到嘅喎，係嘛？你感覺唔到
咁你咧就會好輕鬆咁啊，整個即係準備分娩嘅過程都好輕鬆。咁但係咧到生嘅 B B 嘅時候咧，有可能咧嗰個啲麻醉藥或者未曾過得曬咧，咁佢咧就會當你推個 B B 出嚟嘅時候，宮頸開曬，你可以推個 B B 出嚟分娩嘅時候咧，有可能咧好多時候都要需要用產鉗或者用一個泵咁樣，即係叫做vacuum， 英文叫做嚇，你吸個 B B 個耳頭出嚟，幫助你等你快啲生嘅。咁另外一樣咧，就係有啲媽媽做完呢、這個epidural 之後咧，有一啲媽媽會覺得係腰骨痛嘅，咁樣。就唔係個個都會有。唔係個個都會有，有一樣嘢咧，好好使嘅喎。我嚟止痛嘅喎。你睇下呢個圖，呢、這個圖幾好啊！嗱，你睇唔睇見媽媽就用一個，你睇依度，係咪用一個口鼻器吸住個口同埋鼻，係嘛？佢吸一啲氣，呢樣咧叫做氣體吸入止痛法。咁佢吸乜嘢咧？呢個叫做 Antonots 咁樣，佢吸咧就係 N2O 係氧氣。同埋一氧化氮嘅混合氣體，咁佢點樣吸呢？如果你識得用個方法去吸咧，佢好好咁樣嘅效果咧，就唔需要用其他，或者可以加埋肌肉注射一啲止痛劑，譬如好似 Demro 啊，或者 Morphine 啊，即係嗎啡啊嗰啲，咁就可以好有效咁樣樣咧，就有鎮痛嘅方法啦。令至咧有一樣嘢，人人都會，即係有啲人依家平時生活裏邊都會有用噶噃，嚇、就係佢哋叫做 tens 喎，即係話咧睇下呢度，係嘛？你睇唔睇到一個好細嘅機器咧？咁佢咧就你開咗佢之後咧，就有一啲通過電流嘅小衝脈，我哋刺激身體，等個身體裏邊咧可以緩解到你嘅痛楚。咁樣樣，然後咧就減輕你個痛嘅。你睇下呢個圖，啊，佢就將咧依啲 pad 擠落去佢嘅腰背部嗰度，咁、就可以產生效果噶啦。咁即係話佢生嗰陣時就要貼上呢啲咁嘅 pad 上。唔係到生，即係喺作產初期嘅時候都可以有一啲效果嘅，令到你比較容易鬆弛一啲咁樣。咁有幾種方法應該適合用邊一種咧？咁你就要去睇多書啲書，去參加啲講座，咁你自己考慮咁樣樣。另外有一樣嘢咧，就叫做 patient controlled analgesic， 佢係一個細細地嘅機器，咁樣咧佢就一個針節裏邊咧就有啲麻醉藥，咁啊用植物注射去到嗰、那個產婦嗰度。咁咧，佢就已經咧就將幾時你可以撳一撳掣，我嚟止痛，隔幾耐，俾幾多藥你，冚唪唥都已經有操控，冚唪唥 set 曬落去嗰個機仔嗰度。咁你咧就按時就可以撳，咁就可以有止痛嘅效果。就咁。有啲婦女咧都喺度即係會問啦，究竟譬如有啲情況咧係需要開刀，開刀嚟生 B B。有啲係自然嘅分娩，咁其實咩情況底下我哋需要即係、要去開刀？譬如如果嗰、那個 B B 嗰個位置係唔係頭喺底下？喺加拿大咧好多時，譬如話 B B 坐喺度，咁我多數佢都話：哎呀，唔好搞咁多嘢啦，就開肚 B B 咧就比較安全啲啦。譬如話好似生產嘅時候，突然間。我哋有一個監測器，就係話去監察住 B B 嘅心跳，佢個子宮收縮嘅情況係點樣樣。如果 B B 喺子宮收縮嘅情形裏邊，佢嘅心跳突然間低到好多嚇，咁樣樣咧有危險啦，即係話 B B 喺個肚裏邊咧呼吸有困難嚇，或者佢嘅情況係唔好啦，個心跳慢啦。咁有可能咧，有需要好緊急咁樣去開刀，
即係一般嚟講都會鼓勵個婦女自己去自然分娩生個 B 出嚟。因為咧開刀咧，譬如話如果你即係嗰個產婦佢有一啲性病，佢就唔可以有陰道。生產亦都會啦，咁但係咧，你劏肚攞 B B 嘅話咧，就因為你嗰個傷口係由皮膚到肌肉，然後到腹膜入去子宮肌裏邊，然後再攞 B B 出嚟，你話幾多層啊？係咪咁樣咧？你除咗你生產完咗之後咧，你有自然嘅子宮收縮。之外已經是很痛的了，是不是？你還有個傷口的痛呢，是不是？其實呢就是所謂無痛分娩，就是生完之後會有痛的。是啊，還痛多一點的，即是盡量都是要自然分娩，除非有特別的情況，可能會危害到個 BB 或者媽媽的時候，才考慮開刀。是啦，是啦。譬如說在什麼情況下我們就即入醫院要準備生 BB 咧，或者帶啲咩嘢咧？我哋入醫院。入醫院啊？咁啊，你話咧？要請教專家啊！嗱，有三樣嘢嘅喎，嗱，有當你就嚟生 BB 咧，又大概你懷孕咧都係40个礼拜啊，但係如果37周打後咧，我哋都叫做已經係做懷孕足月嘅啦，嚇我哋唔會叫佢做早產嘅啦嘛。咁咧能夠生產嘅先兆咧就有三種，第一咧就係穿水啦，係嘛？第二咧就係見紅啦，第三咧就陣痛。咁嗱，如果係見紅啦，唔使咁頻臨紙喎。嗱，因為咧如果你見紅咧，你就係會見到有少少紅，黏黏潺潺咁，唔係多嘅，少少咁樣，係好正常嘅嚇。有陣時你會有啲腰骨痛添嘅噃，但係如果見紅，佢係好似經期咁樣樣，或者經期更加多，或者仲有啲血塊，咁就有問題嘅咯喎。尤其是喺37周以前有咁嘅情況咧。更加有問題，見紅亦都係有問題嘅，係唔正常嘅，就即刻要去睇醫生嚇。咁咧就講下羊水啦，穿羊水，穿羊水有兩種情況啊。一種咧就係佢係好似一個波波咁去穿咗，咁啊一滴一滴咁流出嚟，有少少滲出嚟。有啲咧就唔係突然間你行行下，砰，好似～潑一盆水出嚟好多嘅喎，濕曬個地，濕曬條褲咁樣樣嘅喎。咁嘅情況底下咧，佢突然間咁多羊水出嚟咧，你就要坐低啦。因為佢太多嘅水出嚟嘅時候咧，有陣時佢會連埋嗰、那個叫做乜嘢 umbilical cord， 即係嗰個臍帶啊，都推埋出嚟，去到嗰個陰道裏邊。喺陰道裏邊咧。佢嗰個温度同埋喺子宮裏邊嘅温度係有大嘅差別嘅，咁樣咧嗰、那個臍帶咧就會收縮，會影響到媽媽輸送養料同埋氧氣俾 B B 㗎，咁所以這個咧就要好小心，就要坐低去檢查一下，睇下會唔會依個係產科嘅意外嚟嘅。咁如果佢係慢慢滲咧，冇問題。但係你仍然要好小心睇下嗰個羊水出嚟嘅係咩色。如果佢係好清嘅色，好正常冇問題。如果佢係綠色或者咖啡色，咁就有問題啦。亦都要睇下佢有冇味，有冇臭味，都係好緊要。如果第三個嘅生產嘅象徵係最緊要，就係陣痛。當你懷孕到三十幾周的時候，你間唔中你個肚突然間會硬咗嘅噃，咁啊突然間咧佢又鬆翻嘅，冇事噶啦咁。但係當你真係生產嘅時候咧，佢嗰個宮縮咧就會越嚟越密嘅，越嚟越強，即係越嚟越痛啊！即係話，
或者咧你個痛嘅時間咧要越嚟越長啦。啊，當你第一胎嘅時候，你嗰個宮縮啊痛到，譬如話十分鐘啊咁上下，你就應該入院啦，或者十一二分鐘你都可以入院，或者痛你對於嗰個痛唔可以忍受，咁你應該去入院啦。啊，咁所以咧，依、這個真係作產嘅宮縮咧，就同埋你普通嗰種 pleasure 嘅，即係突然間痛一痛嗰啲係唔同嘅，係啦。咁即係話我哋作產嘅現象咧，由見紅、穿水。陣痛嚇一百分啊！你好多謝你啊 ，Sandy， 係啊，啲資料非常之重要。咁同埋你亦都帶咗一個表嚟，咁入醫院之前應該要執定曬，係噃呢啲嘢啊，咁樣樣係嘛？係啊。嗱，呢度係，即係我哋可以。你嗰度都有先啊？係啦，依個帶啲咩嘢？係咁樣樣。嗱，就你一定要帶健康卡啦，係咪啊？同埋你嘅保險資料啦，啊，如果媽咪咧就要帶拖鞋啦、神褸啦，嚇、啊、一啲寬鬆嘅好舒服嘅衣服啦，係咪？就啊內衣啦、內褲啦，內衣真係要帶，內褲咧要帶多幾條添喎，嚇、啊、睡衣或者一套或者兩套啦。帶毛巾、小毛巾啊，胸圍啦，譬如你喂 B B 嘅胸圍啊，成啊咁啦，就胸墊啦，啊，同埋咧就衛生巾啊，就牙膏啦、牙刷啦、梳啦、潤唇膏啦、潤膚油啦，等你先生同你潤啦。咁啊，沖涼嘅沐浴露啦，洗頭水啦。係潤髮素啦咁，咁啊好多人咧生 B B 或者生完 B B 之後 ，B B 一出世係咪好緊要就係要影翻幅靚相啊？係咪啊？記得帶個照相機嚇。如果你生產嘅時候咧，你真係如果有啲好即係 soft music， 有啲音樂聽下，你個人會輕鬆啲噶。咁啊，有陣時你會肚餓啦，咁你食帶少少小食去啦。水瓶即係一個樽我嚟裝水啦，我嚟飲啦，就筆啦、記事簿啦、手錶啦，同埋風筒嚇。咁咧就 B B 都要帶好多嘢嘅喎，譬如 B B 嘅尿片啦，嬰兒嘅沐浴露啦，有時佢出咗世之後咧，零舍容易手仔凍啊、腳仔凍啊咁喎，同埋咧個頭咧真係要冚下，因為個頭可以散發好多個體温啊，所以就要戴帽啦、手襪仔啦、襪仔我嚟著喺只腳仔度啦咁啊，因為 B B 有陣時好得意嘅，出咗世咧揾隻手仔畫到花面貓咁，係咪？咁咧仲有B B 出院要著嘅內衣啦。袍仔啊咁樣樣啦，要帶被啦，又睇下個天氣嘅而定啦。如果好似依家咁就薄啲嘅被仔啦，就最好咧唔好定係帶一張喎、啊。最低限度咧要帶多一張就薄薄地嘅。如果出邊有太陽又可以遮住啦嘛，唔好直接曬啦嘛。或者大風啊，或者落雨啊都可以吸住啊嘛咁。仲有咧，安全椅，即係擺喺私家車上面用嘅安全椅，啦，卡斯咁樣樣，係嘛？哇！呢個list 真係好全面啊！希望齊全啦，唔齊你就真係要提下我啦。唔該曬。嚇咁啊 ，Connie 都想問下你咧，好多婦女都喺度諗緊，究竟我生完 B 之後，我應該要喂人奶定係買嗰啲配方奶去飲好啲咧？咁樣樣，咁你有咩建議俾佢哋咧？咁如果相對兩個嚟比較咧，當然係人奶比較好好多啦。咁因為咧母乳咧，即係人奶咧，就係俾 B B 咧天然最完美嘅食物嚟噶。咁佢又容易消化啦，又可以完全咁符合到一個健康 B B 頭六個月嘅需要噶。咁唯一咧要補充或者要留意咧，就係維他命 D 嘅
他命啲啦。咁咧加拿大聯邦衛生部啦，同埋加拿大嘅兒科協會咧，都建議咧每個 BB 咧飲完奶嘅話咧，都要咧滴呢啲維他命 D 嘅補充噶。咁每一日咧就400IU， 即係一個 CC 度啦。咁跟住咧，另外咧喂母乳或者人奶咧，都係有好多其他好處啦。除咗可以增加媽媽啦同埋 BB 咧嘅感情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重要嘅好處嘅喎。咁例如咧，可以令到 BB 嘅免疫力咧提增加啦，咁可以令到佢咧可以對抗呢啲感染啦，例如減少到耳仔發炎啊、氣管炎啊、肚瀉嘅機會嘅喎。咁佢又方便啦，又經濟啦，又清潔喎，因為咧可以隨時隨地都餵得啦，又唔需要話特別消毒啲奶樽啊、工具啊咁樣等等啦，亦都唔需要用錢買噶。咁另外咧，對媽媽本身咧亦都有好多好處噶。咁嚟中咧就包括咗咧，可以刺激到咧佢生產一啲荷爾蒙出嚟咧，令到佢嘅子宮收縮啦。哦，咁即係 keep 翻個身材都快啲。係，個子宮入邊係啦。咁咧，跟住另外咧，可以幫助佢咧，將來患乳癌嘅機會都減少。哇！咁即係有好多益處啊，真係嚇，咁所以都好值得推廣。俾好多婦女喺未生 BB 之前都要諗一諗，點樣去即係準備呢一個嘅健康嘅懷孕嘅。咁咧就我哋今日關於如何準備呢個健康懷孕咧嘅節目咧都接近尾聲啊。咁喺度咧好多謝大家咧係收睇我哋呢一個嘅婦女健康節目嘅專輯。咁亦都即係介紹咗唔同嘅同婦女嘅健康有關嘅專題。咁變咗喺呢度，我想即係多謝今日兩位嘉賓阿 Sandy 同埋 Connie 上嚟同我哋做呢個節目啦。咁都係最後咧，就如果各位嘅觀眾咧，對於健康仲有好多嘅唔同嘅話題嘅，或者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咧，咁我亦都即係帶咗一張嘅 poster 嚟咧，係關於安省健康直線通呢個嘅電話號碼嘅，就係1866-797-0000嘅。咁呢個嘅熱線咧就係7/24都通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啲咩嘅健康嘅問題咧，都可以打呢個電話去咧，就有這個註冊嘅護士咧就同大家去傾啲咩嘅健康嘅問題可以同大家解答嘅，咁所以呢個電話希望大家可以寫低，如果你係安省住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好方便嘅一個電話，長途電話係免費嘅嚇，咁咧就所以我呢度咧就好多謝大家收睇我哋四輯嘅婦女健康節目，咁我好多謝大家嚇，將來有機會再見，拜拜，拜拜。